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已故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·杰克逊的女儿帕里斯自曝多张朋克自拍照，褪去昔日青涩印记的她，似乎走出了父亲去世的阴影，绽放出青春笑容。帕里斯·杰克逊是 Michael Jackson 的长女，她的母亲是 Michael Jackson 第二任妻子 Debbie Lowe。 2011年12月，13岁的帕里斯·杰克逊踏着父亲杰克逊的足迹开始闯荡娱乐圈。由于杰克逊生前对三个子女宠爱有加，规定孩子们18岁前禁止进入娱乐圈，所以13岁的帕里斯首次触电大荧幕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受到极大的关注。